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之前有一位美食网红因为自己误会店家回收食材拍了影片吐槽，而让非常多的网友们给店家一颗星的评价，导致餐厅倒闭。后来网红自己本身也是被迫停更，到现在也是无法回来。然而昨天在韩国釜山恰恰发生了非常相反的事情。一位稍有名气的女主播为了去自己非常喜欢的餐厅，从首尔来到釜山，然后打开了直播。我是这家店的常客，但是大概有一年多都没有来，来这里就是为了吃特别的鲍鱼粥。这个时间来吃饭的人只有我一个人，很棒吧？为了吃这个从江南跑过来了。虽然不是业配，但是直播主一直称赞这家店的口味，也点了11万左右的餐饮。在海带汤送上来之前，我赶紧去一趟洗手间，我马上就回来，等我一下。当这位直播主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在直播影片里能听到三位餐厅服务人员说话的声音。他们的对话内容都被直播拍下来，一五一十的传达给正在看直播的800位观众们了。用手机看到聊天室的直播中马上确认了回播，然后叫了餐厅服务人员。我花10万多块钱来这里吃饭，没穿这种衣服的时候也来过好多次，最近只是因为疫情没能够来。我为什么要听疯女人这种话呢？然后我也没有穿丁字裤，我还故意找了一个大家都在上班没有客人的时候来吃饭，为什么要被你们骂呢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们那个太那个，没看过这种服装。不管怎么样，在背后说客人闲话可以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一直都说这里很好吃，连店名都公开了，你们在背后这样说我坏话的话，看直播的800个人会来这里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这是我们之间说说而已，真的对不起，心情应该会不好吧。我要在这里给你们确认内裤吗？我有张开腿吃饭吗？请其他骂我的人也出来道歉。我代替道歉，对不起，心情应该不好吧。我现在买单吧。整理一下，就是直播主来到自己常去的餐厅吃饭，点了11万的餐饮，但是在直播主上洗手间的时候，三位餐厅服务人员说了很多难听骚扰的坏话，直播主发现后非常生气，就叫了服务人员，但是只有一个店员笑着道歉。直播主饭也没吃就要离开，结果餐厅还是照收了所有餐饮的费用。虽然不是说餐厅不该收钱，但是最起码也要装一下吧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。提告吧，连证据都有了，真的太上火了，就在心里想想就好了，干嘛要说出口呢？不是我遭遇的事情也让我感到愤怒，还是笑着道歉，真以为这情况是在开玩笑吗？女人的敌人就是女人，没吃几口还付了11万，店家竟然还收了，应该就是客人太年轻，胸大身材也好，所以大婶们嫉妒了。因为疫情生意都不好的时期，找个没客人的时间来消费11万多，谢谢都来不及，还在说客人的坏话，真是丑陋，自卑感爆发了。但是也有这种反应，是我有点保守吗？女生故意穿那种衣服，拍摄角度也是为了让胸部突出，所以感觉不是很好。不是说大婶们做的对，但是穿那种衣服的话，就要有心理准备会听到那些话吧。你滚开，臭你啊！所以长得欠揍的人走在街上，就要有可能会被揍的心理准备吗？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就是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，在背后也尽量不要说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百货店一楼战争的女团，这个女团就是 BLACKPINK。 现在在韩国百货店一楼的化妆品区，很容易就能看到代言 Dior 的起诉，代言 HERA 的 Jenny， 代言 ETHELONG 的 ROJE， 代言 MAC 的 LISA。 所以 BLACKPINK 成员4个人在百货店一楼战争中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